懂。大家好，我是奥特曼。哎，你们在干什么呀，乔治？嗯，奥特曼哥哥，我们想喝饮料呀。哎呀，我们口渴了，想喝饮料。熊二，你也出来吧，你们这样怎么能喝到饮料呀？哎呀，奥特曼哥哥，那我们怎么能喝到这个饮料呢？你们呀，先排好队。好啦，你们排好队，给熊二一个金币，给乔治一个金币，给朵朵一个金币，然后呀，用这些金币来买饮料吧。奥特曼哥哥，这样我们还是不会买，你来帮我们买吧。那好吧，我来帮你们吧。首先把饮料机打开，把硬币塞进去，给熊二一瓶柠檬味的，把硬币塞进去，按这里，给乔治一瓶果醋味的饮料。朵朵，该你的吧，把硬币投进去，按这里。哇，是香橙味的，我最爱喝的饮料，谢谢奥特曼哥哥。好了，你们大家都有饮料了，喝吧。